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史考特，欢迎收看一分钟健身教室。人类靠着手表来得知时间，但我们的大脑里面其实也有一个生理时钟在记录着日夜循环。为了研究人类在太空中失去时间感的后果，1962年一位法国的科学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底坑道里面住了62天。他没有带手表或者是任何的计时装置，地面上的人也无法跟他联络。他每天起床、吃饭、睡觉的时候，会跟地面的人员打一个信号，以记录他的作息时间。看看在失去时间感的环境里面，人类的作息会变成什么样子。每天他困了就睡，饿了就吃。神奇的是，虽然他不见天日，也无法得知时间，但是他的作息仍然维持着24小时又30分钟的日夜循环。由此可证明，人体里面也有一个时钟在不停地运作着。这个时钟不只掌管我们的睡眠循环，也控制着我们的内分泌、体温、食欲，还有运动的表现。既然体内有一个生理时钟在运转，那么运动表现是否会跟着这个时钟一起变化？我们又是否可以配合这个时钟来获得最佳的训练成效呢？答案确实可以。科学家发现，爆发型、力量型，或者是我们说无氧的运动的能力，例如说塔巴塔、高强度间歇运动啊，或者是重量训练等等，这些运动的表现在傍晚的4点到8点之间表现最好，而早上的6点到10点呢，通常是力量最差的时刻。根据不同研究的数据，早上跟傍晚的运动表现可以差到3%到21% 不等。换句话说，傍晚练的力量可以比早上练高出3%到21% 不等哦。2009年的研究也发现，重量训练在傍晚做得到的肌肥大效果比早上做多了 0.8%。 科学家还不知道这个现象的成因，有些人猜测是跟体温的变异有关，其他人则认为是神经征召能力的改变。总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相对起来，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就比较不受日夜循环的影响，有些人喜欢晨跑、晨泳，有些人则喜欢在晚饭后睡觉前把握时间去健身房踩踩飞轮。不管是何种有氧运动，其运动表现跟生理时钟的循环没有太大关系，早上跑步或晚上跑步基本上是没差的。虽然说高强度运动或者是重量训练的表现会在傍晚比较好，习惯练白天的朋友也别太过担心了。研究显示，身体会对特定的训练时间产生适应。换句话说，习惯练早上的人，早上的力量反而会比下午更好，而习惯练傍晚的人，则会进一步拉大早上与晚上之间的力量差距。不过话说回来，再好的运动计划，再理想的运动时间，只要没有持续执行，运动的成效就无法持久。贯彻始终，才是一切运动习惯的基础。现代人生活忙碌，上班、上学、带小孩、交报告、赶死线，光是要挤出一点时间来运动就已经很困难了。我想除了职业运动员之外，很少人有那样的时间弹性可以决定要练早上还是晚上。尽管固定时间运动或者是傍晚做重训可以让你获得一些优势没错，但选择个人最方便、最实际、最可行的运动时间，我想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才是可长可久的策略。YouTube 频道 Picture Fit 有一个运动时间金字塔的概念，史考特依据一些个人的想法来稍作修改，分享给大家。依照重要性由下往上，金字塔的第一层是依照个人时间许可喜好来安排训练，第二层是固定每天在一个时间训练，第三层才是高强度运动在傍晚做。另一个史考特很常被问到的问题，晚上练重训会不会影响睡眠？大家常以为晚上运动会影响睡眠，但这个说法其实不被科学所支持。2018年发表在《运动医学》期刊上的统合型研究发现，截至目前为止的科学研究并不认为晚上运动会妨碍睡眠，反而对睡眠品质有微小的帮助。针对重训所做的研究也发现，不管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做重训，对于睡眠都有正向帮助，有做都比没做好。不过对于超高强度或者是睡前一小时内做的运动还没有什么研究可供佐证。原本就很难睡，有失眠困扰的朋友为了保险起见，最好不要在晚上做高强度运动。至于没有失眠问题的朋友，请放心的运动吧。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总结今天的重点，训练时间首重个人偏好，再来固定训练时间，最后才是傍晚练重训。
晚上做运动其实不会妨碍睡眠，对于时间紧迫的现代人来讲，晚上运动绝对是可行的。喜欢我的影片，请别忘了帮我订阅跟按赞，我们下次再见，拜拜。